这两波进攻都没有得手。对，事实上去放哦，对，这种 这个小男人他的脖子跳那么高，哇，真的男人跳那么高，而且是定板，都是火锅，对，是一个定板，但是身体可能有接触了，对，裁判还是抓了脖子犯规，哇，这个慢动作看起来上面是很干净的，他的脸都变瘦了，因为跳那么高，脸瞬间脱水了。对，在空中可能脱了两公升的水。队友应该过去鼓励一下。对，要求第一球没有罚进，他单节拿下了六分。对，连场边的观众都在替他加油了。